这个你也能把它搞一搞吗？这个不可以，我有拒绝卡。好，我真的最害怕搞这些东西了。哎呀，天哪，我怎么觉得突然，哎，有点复杂呢？先把这个鱼腌上，好吧？我们先做这个水煮鱼。行了，我这个就先腌在这儿。那你为什么要做水煮鱼啊？你猜。你猜。因为能猜到吗？能猜到，因为我爱吃。那肯定是啊，你肯定是特别爱吃水煮鱼，所以我才会做呀。但是水煮鱼，第一是我们四川的名菜，二一个这道菜我是专门跟爸爸学的。水煮鱼其实是就是鉴定你我爱情永恒的桥梁，因为那是我第一个吃的川菜。我知道呀，前两天我们从那过的时候，你不是说了吗？第一次吃辣椒就是去那家餐厅，然后我也特别爱吃那个餐厅的鱼。对。然后我特别开心。对。就是你能吃辣的，哈哈哈哈。可以跟我吃到一起去，就这是特别棒的事情。哎，又饿了。